宝贝们，我现在来到了泰安的万达广场，进不去了。看看，万达的这些门全都封起来了，怎么办呀？我的天啊！本来想去里面逛逛，买点高档的产品来，现在也买不了了。这一溜全封了，看看从这到那，看到了吗？都挡上了。我们看看那边挡了吗？看正门那边，全部都一样的哈，这边也进不去了。但是我这个衣服确实也漂亮，对不对？那么漂亮的衣服，哎呀，万达影城，这个是万达影城哈。原来的时候还能上去看那个电影呢，现在也看不了了。啊，这个地方呢是万达一号门哈，一号门也进不去了啊，都进不去了。我看看前面能进吧，真的想进去买点早餐什么的，啊，还有超市都进不去。我们看一下万达正门这边哈，万达正门更关了，更进不去啊，更进不去，看见了吗？全部进不去，美好生活良品相伴三号门哈，三号门也是进不去的哈。我看看那边有没有做核酸的，我去做个核酸得了，去做个核酸。哎，这些人都在这里，啊，这还有这个，这做生意的基本上都没白搭了，白搭了，看着吗？哎，全封了，哎，全都关门了。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按道理广东现在疫情不严重啊，应该生意比较好。我记得去旅游之前，这里还很旺呢，来的时候都很多人。但是呢，今天来看，寥寥无几，包括楼上吃饭的地方，啊，刚才在那吃饭，好像整层楼关了一大半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是受疫情影响生意不好呢，还是说？租金的问题造成商户流失呢，反正现在经济真的是很差啊，特别像这种实体经济，现在连万达广场都受到很大影响，啊，说经济疫情影响经济不好，这看来是，啊，这家是新开，说明是刚招租新开的，啊，楼上很多餐饮都开不下去，那边基本上看不到整条。走廊看不到客人，大家看没有？整条走廊看不到客人，啊，真是生意很萧条啊！像这种生意特别萧条，不知道什么原因了。反正我也2个月离开2个月了，回来看到这个现象，感到很奇怪。按道理这2个月疫情，广东并不严重啊。这一年呢，商场走了十几家，只招来了一家。就是这个概念，这个商场已经就是空置率已经达到50%，空置了一半，没有办法。那之后像我们这些暂时还留在这儿的商户呢，就看不到希望，心越来越凉，这个商场的人气也就越来越没有了。那我们留下来的这些人啊，也就是要走了，啊，也就要走了，因为这个商场已经没有人气了。再加上这2年的口罩。你这个商场的人气再往下一掉，你就更难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更难做起来。现在你看看，背后这都不用说了，这个看我们视频小伙伴，这到现在还空着，啊，对，今天已经10月，看一下，10月7号了，啊，这到现在还空着。刚才放车的那个店，已经走了4个多月、5个月了，五一过完走的。到现在时候过了走了5个月，没照相嘛，没人来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店都不用说了嘛，这个店9月4号走的，到现在这原来是卖鞋的，这是今年过完年刚撤的，今年过完年刚撤，到现在那里头空着呢啊。这个是7月份吧，6、7月份走的，现在还空着。这个是空着，这原来是个手工沙发，也走了几个月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香香姐。我们这是今天小区静态管控的第二天。看一下我这个停车场的，这个是停车场的维修中心，看一下，这也在维修静态管控中。他这个也没，今天也没生意做了，不让营门营业。
车上的人，这道上的人车也少啊，啥也都少。嗯，都封望月山，西松望月山封了，都封了，会展城二城，五州四卫城，五州四卫城，对，就这一道，永泰城整个都封，永泰城也封了，然后万达都封了，万达，华东万达，嗯，还有那什么，喜来登全都封了，喜来登，五星级宾馆喜来登，嗯，也封了。这过去这个熙熙攘攘的，现在哪有人呢？车也少。今天来这个北川万达逛一下，北川万达大面积关键。在这边这个万达，怕是要关门大吉了，感觉。40%-60%的店都是关的吧，而且应该是不开了，都是全部都封起来了。就每层零零散散的开了几家，然后这边顾客也特别少，基本上每个店里面进去，店员都在那里玩手机打游戏，也爱答不理的。西宁现在是青海这边西宁州县上面的疫情稍微有点，西宁市区是现在没有疫情，已经清零了，商业活动都是正常的哈。这种情况下，北方那都是这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桂林的高新万达。今天跟之前对比，这里的人流量相当于说是一个 PM2.5 的变化。之前这里的人流量是非常非常多的，可以来说在桂林的所有广场之中，这里的人流量是最多的。然后经过昨天的一个疫情，人流量。人流量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，感觉非常空旷。之前17号的以前，都是人流量都是非常多的。我来的时候，路过的时候，还看到有一辆救护车、有一辆车停在路边，有些医护人员正在进行一个所谓的清理吧，应该是。可能1/50吧，因为之前在万达广场这边还有很多跳广场舞的，还有游乐，还有各种的游乐设施，都是人山人海的，然后现在就看不到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桂林万达。万达也被拦上了，平时我家离这近，搞个活动都能来溜达溜达，这回又不能溜达，全封上了。前面就是永泰城，看不见了。